这是要往哪儿走呢？通天，魑魅魍魉，两栖禁止领域。记得我，你是个献祭，只超过灰飞烟灭。上，传宗吧。阿爷，阿爷。经历许多的磨难，才可踏上封号斗罗的巅峰。我希望你能永远记住你成为魂师时的目标，他会在你今后的旅途当中支撑着你，踏过那些艰难行走。老师，我不用急着回答我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很多的时间。走吧，我们先去宿舍。点击领取来自大师的馈赠吧，获得了珍贵的蟒蛇系魂环，快去看看吧。点击武魂打开魂环界面，便可以进唐三是控制系魂，点击吸收蟒蛇系魂环，可以激活唐三的低唐三的第一魂技，控制系魂师第一魂，现在去试试魂技的威力，走吧。
该去学院报道了。你的故事。一场命运的邂逅已悄然降临，踏上属于你的旅程吧。是在回合开始时魂力不足，请先使用普通攻击吧。魂力充足，选择缠绕攻击目标。七社的规矩，你打赢了我，以后你就是七社的老大了。我只是来上学的。我们攻读生老是被人欺负，只能通过这种规矩团结起来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放心吧，如果有这种事发生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。七社有个规矩，新来的攻读生都要展示自己的实力，请问我能跟你切磋一下吗？切磋就是要打架是吧？好啊，那来吧。我叫小舞，跳舞的舞。
经输了。刚才在把我甩出去时手下留情了，我认输。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技巧？我这个叫柔技，利用身体的柔软和坚韧发动的技能。啊，受教了。按照规矩你赢了我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老大了。我就是你们的老大了。当老大听起来还挺不错的嘛。任务完成了，快来领取丰厚的奖励吧。魂森林开启了，快去看看吧。使用寻路功能可以快速找到想要使用的功能。狩猎魂兽是获取魂环最重要的方式哦。我是敏攻系魂师，需要狩猎飞行系的魂兽哦。飞行系百年魂环，快去为我进行魂环吸收吧。小小舞跳舞的小舞的第一魂技，敏攻系魂师第一魂技的特点是单体超高爆发，以及对单个敌人造成巨额伤害。你的故事，国家圈养的森林里，虽然大多数魂兽都是十年百年的，但也不能排除存在千年魂兽的危险。从现在开始，小三，你要寸步不离地跟在我身边。老师，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朝我们靠近，过去看看，说不定有适合你的魂兽。你跟在我后面，注意安全。
宝沙八段摔，再找不到适合你的魂兽，我们今日怕是要无功而返了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总能找到合适的。我们还有很……我们再往森林深处走走吧。只是越到里面危险越大，但愿不要遇到什么凶狠的魂兽。使用唐三的缠绕，可以困住实力强大的敌人。使用小五的暴杀八段摔，可以对被束缚的敌人造成更高的伤害。你怎么样？刚才怎么突然松手啊？曼陀罗蛇是独属性魂兽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，你知不知道？老师，我刚才很害怕，手不知道怎么回事滑了一下。但是老师，我刚才不断挥你给我的短剑，好像刺中那条蛇了。这是曼陀罗蛇的魂环。太好了，小三，你的魂环有着落了。老师，您是说这条蛇吗？可我的武魂是植物啊。根据我的研究，植物武魂也能吸收动物魂兽的魂环。这条蛇具备坚韧和毒性两种特点，正好适合你。